OK 啊，全部进来了，来大家 ，video 开一下 ，everybody， 嗯，声音 connect 了吗 ？OK， 恩童，佳琪在吗？那声音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啊，video 开一下大家 ，OK， 好 ，video， 恩童开一下啦，哈、啊，哎，恩童的声音还没 connect 到，嗯，纯恩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art 先 ，OK？ video 开一下 ，video， 嗯，恩童家你开一下 video 啊，写东西啊，大家 ，OK？ 所以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paper two 的 part two 一个作文先啦、啊，哈，有范文啦、啊，这边 ，OK？ 他讲 ，The overfilled garbage house has resulted in unbearable stench. Over 了的 over， 你知道吗？太多了咯，过多了咯，对吗 ？Overfill 就是装到太多，满了咯，就是讲 ，OK， 那个满出来的 garbage house 啊，要丢垃圾的地方啦，导致 has resulted in 就是导致咯，这个啊 ，resulted in 是导致，没有印出来的话，你就写在一边啊 ，OK， 放大一点的，resulted in 是导致，过满了 ，over 了的啊的垃圾丢垃圾的地方啦，哈，我们叫那个 garbage house，OK，、okay? 导致 unbearable stench， 不能忍受的，你知道吗 ？unbearable， 因为 bear 是忍受，知道 bear 是什么吗？bear 还有另外的意思，什么意思 ？bear 就是那个意思咯啊 ，bear 啊，真的是这个 bear 来的、啊、，OK？ 所以其实 bear 有两个意思啊，不是只是熊猫啊 ，bear 是忍受的意思，说 unbearable 是不能忍受的臭味啊 ，stench 是臭味，哦 ，stench 啊，然后呢？或者是有印啊，很肮脏的印在那边啊，那个我们也可以讲，看一下，通常我们是讲臭味的啦 ，OK， 所、so, 以有很难忍的这个臭味啊，对啊，臭味，然后 pests 有那个那些老鼠啊，你知道吗？我们叫害虫，害虫，但是不是虫啊，这个，因为这些是嘎子啊，老鼠全部咯啊 ，and flies 很多的苍蝇啊 ，in your apartment area 在你的那一区你住的地方 ，OK。所以呢，他叫我们啊 ，in about 120 words， write a letter of complaint， 信件来的我这一个 complaint 的信啊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apartment council， 去给这一个 apartment 委员会 council 是那个委员会管理的人啊的那个主席咯，关于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用这些 point 他讲 ，OK， 所以我们直接看啊，这个是范文来的哈、啊，我要给你看罢了。OK 啊，所以信件的话、哦、我知道我们很少写啦、啊、但是呢，马来文、英文呢，它的那个 format 是一样的，所以你顺便记好了。OK， 因为马来文比较常会触到这种华语更多，对不对？华语、中文。OK， 好，我们来看他讲，说这个是先自己的名、自己的住家地址，对吗？然后一横就是一条横线呐、啊。The president， 因为是要给主席。这个居民好像居民协会这样啦吧，这个是 apartment 的啦，管整栋楼的啦 ，OK， 他也是有他的地址的嘛，那一个 office 的地址啊，然后日期 ，OK，Dear、okay? Sir，overfilled garbage house， 你的主题是什么？不用这样复杂的啦，啊，这个就是满出来的 garbage house 就好了咯，对吗 ？OK，I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on the matter mentioned above， 我想要你。就是关注一下 ，draw your attention。我想要拉你的关注，关于这件事，就是我想要你关注一下，哈 ，draw your attention 啊 ，OK？ 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一件事情，关于这件 mention above 就是上面所说的事情呢，这个咯 ，overfill garbage house 这件事咯。The problem has been ongoing， 就是持续啦，写字上来啊，持续。这个问题已经持续 for quite some time。一段时间了相当久了 quite 相当 OK
哎，怎么还不出来了？怎样？怎么不出来啊？ For quite some time, quite some time 就是一段时间，然后相当久了。Which I thought should be overcome immediately. 我觉得这个 I thought 是我觉得啊，知道吗？应该要立刻解决 ，overcome 是解决了啦。OK，immediately、okay? 你知道咯，就是立刻，马上，对吗？给他讲。所以你看啊，你的第一段呢，你要空两格，这样对吗？哦，好像一个啊，这样空两格。第二段呢，你要写二了啊。对哦，这个你记得哦，它的那个 format 二啊。It is very noticeable， 很明显啊，很明显 noticeable 就是啊 ，OK。很容易看到的，很明显的。It is very noticeable that there are irregular schedules 啊，那个时间表，那个行程表是很不怎么说，不定时的。哦，啊的那一个 schedule， 因为他在讲时间表嘛 ，irregular 是不定的，你知道吗？不定的时间。Schedule 是时间表啊，哦 ，in the collection of garbage， 就是收集垃圾的这个时间表啊，啊 ，collection 是收集，对不对？是很不定的，我们都看得出，就是处理到很不好，哦 ，the garbage truck 那个垃圾车呢 ，turned up on a Sunday last week， 它出现啊 ，turn up 就是它有来哦，有来，有出现 ，OK，on、okay? a Sunday 啊 ，last week 上个星期哦，它就星期日来 ，and has not been seen until today. 然后到今天为止，它都没有再出现过了。This caused rubbish to overflow. 这件事就导致那个垃圾呢满出来了 ，overflow 满出了，满是这个满哦，六啊，满出来了 ，overflow out of the bins 啊，从垃圾桶就满出来了啦 ，and has resulted in unbearable stench， 然后就导致 resulted in 就是导致啊，导致就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个臭味，很臭啊。这边他讲，知道吗？有写吗？大家要写东西啊，不然等下你没有东西交给我啊，写字啊 ，OK 啊 ，OK。他讲 pests， 所以你三四五那些，你看你要放什么东西了哦。第三他讲 pests and rodents， 所以 pests 是害虫，对吗？啊，那些我们不要的东西的动小动物啦。Rodents 啊是老鼠来的，其实老鼠类的东西在我们马来西亚哦 ，Rodents 是老鼠罢了。哦，在别的国家，我给你看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我只是 type rodents， 哎呀，太错了，你就看到还有什么东西。这个也是 Roden， 不过这个 Roden 没有乱乱来的啦。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如果我没有错，这个是世界上最大，其中一个最大的 Roden。我以前我在那个啊 Zoonagara 看过它，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什么鬼动物？这么有这样的动物，很特别的。其实 rodent 就是啊，我不管华语叫什么什么类啊，老鼠、兔子全部都是属于 rodents 啊。OK， 我要给你看的是另外的，其实啊，松鼠类啊，全部都是属于 rodents 啊。OK， 说、so, 可是呢啊，很常啦，我们提到 rodents， 我们就是在讲哦那些老鼠啊，这样啊不好的动物啊，这样我们就会讲 rodents， 常常啦哈、啊，我们是这样称呼他们的。OK， 还有其实那个东西叫什么啊？想不起他名字了，有点丑，有点恶心了。在美国啊，他们会有那一种比较大只的。哎呀，没有的哈。哦，那个刚才那个很奇怪的动物叫 capybara， 我现在想起哦，这边还有。OK， 不要紧了哈，就这样啦，我们大概知道一下。OK， 所以 rodent 就是这种类型的哈。所以你看啊，pests and rodents， 你可以这样用哎，改天哈。我们不会出类似这样的啊 letter of complaint 啊 letter 很少对不对？可是你是不是有看过环境污染的题目啊？关于卫生环境卫生啊这种题目会有啊，对不对？啊，你都可以用啊这些字，对不对？对不对？哈啊，除了你讲 have been making the place as their homes， 这些害虫啊老鼠类啊
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他们的屋子了嘞。 And flies are constant visitors， 那些苍蝇啊是定期会来的。 OK， constant 就是常常啦，常常的来宾，就是那边常常都有 flies 哦。 In my apartment area， 在我的住的地方嘞哦。 If actions are not taken， 所以如果呢你们没有采取行动的话， action 是行动对不对，taken 就是被采取，如果行动再不被采取的话呢， They may cause diseases， 他们可能会导致疾病啊。 To the residents 哦，疾病啊， residents 就是居民，这个一定要懂啊， residents 居民啊。再加上呢， in addition， 再加上这个字要会用了对吗，再加上。The garbage is also on is also an eyesore， 它也是一个眼睛痛的东西，就是很难看啊。知道我讲过吗？ An eyesore 啊，就是一个令人看不过眼的东西。An eyesore， OK， 令人哎，很长啊，这样的话 OK， 很难看，我写很难看啊。An eyesore， 很难看的一件事情。Especially when dogs have beenSince scavenging the trash， 尤其是如果有狗来，你知道哦，那狗会把那个垃圾全部弄得很乱的，对吗？啊，尤其是有狗啊，哈 ，have been seen scavenging the trash， 就是抄啊，乱捣乱啊，乱找啊，这样了哈、哦，乱弄乱啊，乱啊去找东西 ，scavenging 就是找，很仔细的翻找啊，用翻找会比较好。嗯，它有点卡，不为什么？翻找 ，scavenging 啊，那些垃圾咯 ，trash 是垃圾。OK， 再来第四 ，one other problem tha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我想要 highlight 就是想要啊、再提给你看的 ，highlight 起来就是讲一个重点，你知道吗？大家，你可以讲啊。Another thing， 如果你在给演讲也是这样，你讲了第一个 point， 第二个 point， 然后你讲。Another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is、啊、我想要大家在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这样 highlight 咯，重点咯一个 OK， 我想要大家关注的重点、我想要关注的重点、啊、我想要 highlight 起来就是我想要你关注的一个重点 is the clogged drains， 阻塞的龙沟沟渠Clogged drains 啊，沟渠，这个的话我们用在 dengue 啊 ，dengue fever 的那一个作文很多的哈，知道吗？啊，那些沟渠阻塞了啊，或者是呢那个作文题目关于到 flash flood， 就是闪电水灾哦，那些灾难的、啊，你可以提到 clogged drains。所以他讲另外一个我想要提到的重点就是呢。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is the clogged drains around the apartment， 在我们 apartment 附近的 irresponsible people， 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负责任你懂啊，不负责任 irresponsible people simply throw rubbish everywhere， simply 啊就是随便哦，他们就随便乱乱丢垃圾 anywhere 到处啊， anywhere 是到处啊、anywhere they like， 他们喜欢的地方他们就丢。 And heavy rain wash it into the drains， 然后大雨就把这些垃圾冲进沟渠了。 OK， 再来啊。 There are also scattered plastics containers， 然后呢就有很散乱的到处都是，意思是啊 scattered plastic containers， 那些 plastic 容器，比如说 plastic 罐子啊那些咯、哦、which 或者是装饭的饭盒，which can be become、which can become the breeding place 啊，繁殖的地方，会变成那些蚊子繁殖的地方，对吗？ For mosquitoes， we should be aware， 我们应该要知道，要怎么说呢？要知道啊，我们要警惕啊。That mosquitoes， 这个我觉得用警惕，我们要警惕，我们要知道啊。Mosquitoes can cause dengue fevers， 会导致这个蚊症呢，对吗？Okay， 最后一段你就不用写六了啦，你可以讲 thank you， 我知道因为很多我们没有写到这样长对不对，如果你要写好点讲 I greatly appreciate， 我会很感激，感激啊，非常 greatly 是非常，
我会非常感激。如果呢，你们呢、啊、，the council 就是你啦，因为你们就是 council 嘛，那个委员会啊 ，OK。如果委员会 can bring this important issue to the management， 可以把这件重要的这个课题啊带出来给那一个，就是提起啦，给那个管理层。所以有管理层的，管理这个 apartment 的咯吼。management. I hope for immediate actions. 我希望会有立刻的行动啊 in solving the problem, 解决这个问题啦，解决 before anyone gets sick. 在有人中就是生病之前，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快点解决咯。Because the health of the residents, 因为呢居民的健康of the apartments, 就这个 apartment 居民的健康呢 should always be a priority. Always be a priority. Priority 是重点。所以他讲健康应该要是重点啊，然后你就讲 your sincerely， 你就写你的名咯。OK， 那个名签名不要画乌龟啊，在我们的考试里面啊，签名你要写你的名写斜一点就可以了。OK， 写了吗？大家有写到那些重点字吗？啊，把一些字记起来啊，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们写一点东西，造句来的，不是作文。OK， 好。现在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啊，来，我会看有没有时间呐、啊、如果有时间，我就会写；没有时间的话，就再看。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就是我读你写啊 ，OK？ 啊，我君我看到了，尽量了啊。OK， 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先 postcard 啊，然后你要回应他讲 Hi， 谁谁谁就你来的啦哈、啊、，I'm in Sabah enjoying the beautiful beaches。我在享受这个漂亮的这个什么海滩。However, I am worried about the jellyfish sting. 我很担心啊，我很担心那个 jellyfish 叫什么啊 ？sting。其实 sting 我们叫叮，但是你知道 jellyfish 不是叮你的，对不对 ？jellyfish 是它碰到你就是了。可是 jellyfish 的那个它叫蛰伤啊。哎，我读对吗？有人讲话。则伤啊 ，OK， 这样我不用讲写了哦。刺伤啊，不会写。上面一个则，下面一个虫了，你们知道吗？我用笔来写这个字啊。哎，不用啊，用这个直接 copy paste 它的啊 ，sting。不是啊，这个。等下我 copy 出来，这个怎么？这我不常读哦。他会讲怎样读的吗？哦，看一下他先，没有写怎样读，按他没有写怎样读的，他不是有写怎样读的没？听，哎，是啊，折伤 ，OK， 所以啊，他讲，但是呢，哦，我在沙巴，但是我很担心那个 jellyfish 折伤我，哦 ，so。I decided not to go snorkeling or diving. 所以我决定不要去浮潜，也不要去潜水啦。你知道差别哦，浮潜就是没有背氧气筒的哈，潜水是有背氧气筒的。OK, I think I'm going to visit Ranau. 我想呢，我应该会去 Ranau 这个地方咯。And then try hiking up the Mount Kinabalu, 然后就尝试爬上这个 Kinabalu 山。I will certainly enjoy. 我一定会 certainly 啊，一定，我一定会很享受 the magnificent views. 这个那么壮观的啊 ，magnificent 我们讲壮观，那么壮观的这个景色的哈、哦、，views 啊景色啊 ，and the cool weather. 然后这个很冷的这个天气啊 ，on my way up 上山的时候一定是冷的嘛哈、哦。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in climbing the mountain.啊，跟我分享一下看啊，这是重点我们要写的东西啊。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啊，在爬上山的时候 ，or any other places you have visited in Sabah， 或者是呢，任何其他的你有去过的地方在 Sabah。OK， so Ramesh 再写给你，你现在要写回给 Ramesh 啊，知道吗 ？About some places you have visited， 你去过的地方。Hello Ramesh， 说、so, 等下呢 ，from 谁？这个是你要啦 ，OK。From Tyler Chat， 好啊，大家准备写啊！哎，等一下啊，我要看一下。等等啊，
OK， 等下我会读，然后你写。OK， 来，全部人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你给我一个 reaction。你可以写在纸上啊，写 Hello Ramesh，然后准备。OK，我看到陈恩准备了，凯乐准备了，其他人呢？准备好了吗？佳琪 OK，心仪 OK，Jin OK 啊，Jin 你尽量啊，Andy 啊。OK，好啊，来准备啊。如果是有断线听不到的，你就空啊，不要紧。你知道我会给你答案的，对不对？我们只是要 practice 听罢了，practice 就是 listening and writing。OK，说、so, Hello Ramesh，你写了啊？空一点先啊，OK，从这边开始。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 Hello Ramesh, 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 逗号。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 逗号。Especially those around islands. Especially those around islands. 很多个岛啊。海滩也是很多个海滩啊。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 逗号。Especially those around islands, 句号。需要重复的要跟我讲啊。OK 啊，我再来呀、啊，等下我尽量放大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到全部人啊。好，OK，我重复同一句啊。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逗号，especially those around islands，句号。不会 spell 的也是啊，空，不要紧，就空一个位，空一个位。OK，接着啊，还有需要repeat 的，你就放一个 reaction 就好了，我就知道了。OK 啊，接着同第二句，I've snorkeled in the clear water。I've 就是 I have 简短啊，I've snorkeled in the clear water。你乱乱猜讲 spell 也可以。I've snorkeled in the clear water。Of Sipadan Island，大字母两个字。Of Sipadan Island，两个大字母啊。And enjoy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And enjoyed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逗号。逗号啊，写呢？OK，我重复一下。I've snorkeled in the clear water of Sipadan Island and enjoyed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So how? Especially the colorful fish. 尤其是那些很多颜色的鱼。Especially the colorful fish. 句号。尤其是那些五颜六色的鱼啦，especially the colorful fish 句号，OK 啊，啊不用紧啊，句你空啊，OK 那一句，我重复同一句啊，这是第二句啊
I've snorkeled in the clear water off Sipadan Island and enjoyed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Tohau, especially the colorful fish, Jihau. 第三句啊，同一段啊，同一段。It is really upsetting. It is really upsetting. 令人伤心。Upsetting 一个字啊 ，upsetting 可以猜啊 ，spelling 不要紧。It is really upsetting. 重新啊 ，It is really upsetting that the jellyfish are threatening.我两个字两个字，因为这里有点长。Are threatening 其实是 ，It is really upsetting that the jellyfish are threatening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Island 啊、我看一下 Island 在哪里啊。OK, 不要紧，你要空一句哦，阿君。OK 啊、我再重复同一句，还没有完的、啊。It is really upsetting that the jellyfish are threatening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继续啊。But you can still enjoy your holidays. But you can...Still enjoy your holidays. 但是你还是可以享受你的假期的。But you can.Still enjoy your holidays. 句号。下一句啊。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You are 来的啊，缩短啊。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你对了，他讲。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If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Kinabalu, if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Kinabalu,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if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Kinabalu. 逗号。One of the highest peaks in Southeast Asia. One of the highest peaks.In Southeast Asia. So Mount Kinabalu 过后哦，逗号了哦。One of the highest peaks.In Southeast Asia.
在这边啊 Southeast Asia One of the highest peaks in Southeast Asia 句号还没完啊、多一句先然后 我攒一半钱 OK You need a guide 你需要一个导游的 You need a guide你需要一个导游 You need a guide To take you To take you 带你 Up the mountain 不用大字母啊 To take you Up the mountain You need a guideTo take you up the mountain. 句号。暂停先啊。OK, 大家可以看荧幕。大家可以看荧幕啊。我先到那边先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啊时间段 ,OK。所、so, 以一开始我讲 Hello Ramesh Sabah has many beautiful beaches 有很多美的海滩 Especially 尤其两个 L 啊 Especially Those Around islands 因为有很多岛的哈 Islands 尤其那一些什么呢那一些海滩呢他讲尤其是那一些在环岛的海滩 Around islands对吗这边 I've snorkeled 哎呀这个要往下了看到啊 I've snorkeled、啊、这个我应该要从这边开始啊 So snorkeling、哦、你记得吗 Snorkel 是这样吗 Snorkel 因为我做了这件事 I've snorkeledIn the clear water of 这个大字母啊 Sipadan 什么黑色的哦弄到华语 C 哎奇怪 of Sipadan Island 这个就没有 S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岛嘛一个 Sipadan Island OK And enjoyed 我享受过就是我去过了 And enjoyed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这个海洋生物啊海洋生活海洋生物啊 The beautiful marine life 逗号海洋的 生物啦、啊、诶 marine 少了一个 eMarine life 都好注意啊那些 spelling 啊尤其是又来咯 Especially the colorful fish 句号 OK、啊、你可以看这个先 OK 啊接着啊 It is really我教了 upset 对不对 upset 是这样吗 upset 我跟你讲过所有不爽的、情绪都可以叫 upset 的生气 upset 伤心 upset baited upset 知道吗、It is really upsetting 加 T-I-N-G 啊又出来的、okay? That the jellyfish 很不开心、哦、或者是很不好、哦、那个 jellyfish 啊啊Are threatening. Threaten 是威胁啊。Threatening. The jellyfish are threatening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在水里。这个 water 有 S 啊。Upset, 失落可以对
upset 也可以讲是失落伤心，但是生气也可以 upset 的、啊、所以所有不好的情绪都可以用 upset， 所以 upset 很好用的。 OK、the jellyfish are threatening thos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but 但是哦， you can still enjoy your holidays。 句号。Okay, 接着啊，他讲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if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Kinabalu。 你要大字母咯，对吗？ Mount Kinabalu， 逗号， One of the highest， 其中一个最、啊、高的峰。One of the highest peaks in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其中一个最高的高峰来的。OK， 还有一句哦，你需要导游 ，You need a guide to take you up。The mountain， 等下你们要给我这一篇啊，知道吗？应该今天是没有时间写的啦，很开心哦，不要紧啊，然后我们再 training。OK 啊，等下时间挑了，你先去做一做上面的先啊，没有抄完不要紧。OK， 等下4:40我们见，你做一做上面的有六题吗？对不对啊？我们回来再继续看，你现在要改的改先，改不及的等下回来再给你看。所以4:40见啊，如果他跳了的话，你现在可以改先。